胡志强的女儿胡婷婷今天有一场走秀活动，首度是穿上了旗袍，白色的旗袍，裙子下摆写了一串的艺术毛笔字体，不过所有人的目光焦点却几乎都摆在她的低胸露背和高叉上，好身材是一览无遗。胡婷婷却说，穿上旗袍想到的是妈妈年轻的时候，让她感觉自己长大了，也有想婚的感觉。